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支持我們這個休會的動議。第一呢，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立法會那個保密森嚴、保安森嚴，即是如臨大敵這種的做法呢，我是表示遺憾。這個是代表人民聲音的地方，香港市民他們的生計受到影響，要來這裡表達意見呢，我們竟然呢好像當他是賊一樣。這種的做法呢，完全不是一個開明社會，亦都不代表著我們立法會這裡的精神的做法，即是我覺得是羞恥。立法會是歡迎市民來，我們幾時在這裡開會都是公開，我們不需要怕這些市民走來表達他們的聲音呢，是怕到這麼交關的。如果你說個別有人搞事呢，那些我們要處理，但是我們看到絕大部分的市民呢是奉公守法，是和平，他們只是想表達他們那個冤屈，他們受到的不公義的對待。而今天我們正正是希望在這個議會裡能夠通過議會的機制去詢問政府，將這件事的真相盡量剖析出來，看看這個所謂新界東北發展究竟是不是一個地產商惡曬，政府在這裡輸送利益而去欺壓我們這些弱小的農民居民，一個這樣的計劃，以一個所謂大我，即是要增加公共屋邨，實際上是被地產商自肥，實際上的利益不是幫香港人的一個這樣的計劃。那這個的基本的守關、基本的功能，我們作為立法會主席就在你手上呢，幾乎要斷送。如果我睇返法律顧問俾我上次向佢提問嗰個回覆，法律顧問呢佢最重要嗰句呢係咁講，佢話當財委會遇上咗有議員刻意延長委員會嘅程序，合理嘅做法呢係以商議嘅形式協議一段合理嘅時間同埋恰當嘅程序去完成審議工作。這個還是要假設是有議員刻意去延長這個程序。主席，你